中。这是一个人，他背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，袋子里有很多很多东西，表示很重。Comprehensible input， 可理解输入。这个人不是提着一个很大的袋子，也不是抱着一个很大的袋子，而是背着一个很大的袋子。重，体重，重要。Amber 最近又重了，她的体重增加了。Amber 说他要运动，要减肥，要减轻体重。很多中国女孩都觉得体重很重要，不能太重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耶！